掌声送给今天的主人公郑爽，来，哎，各位，刚刚欢呼声也不够热烈，今天是来给谁过生日的呀？真的表现得好热情啊！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由芒果 TV 饭团团宠日和芒果 TV 会员开放日共同举办的“喜欢你正好十年”郑爽生日会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小齐，也欢迎各位通过芒果 TV 来全程高清观看我们芒果 TV 会员独家专享的郑爽生日会，欢迎各位。来，同时提醒各位，今天我们准备了很多的福利，都是由我们芒果 TV 饭团为大家独家呈现。当然，今天的主角我们的寿星要先给各位来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小爽。哎，先说一下最直观的感受，刚刚跳完第一支舞之后，我感觉如何？一直挺紧张的。对，因为这支舞排练的时间并不久，然后。但是看到大家都在这儿就安心了。先说一下，就今天开场为什么要选择一个，现在用话说应该是 A 爆了的舞，真的很炸裂，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舞蹈？我觉得给我再多一点的时间，我可以跳得更好。已经很好了。问一下你们有没有被炸裂到？你自己给自己打个分吧，十分的话刚刚表现的你觉得几分？大家打分吧。他们要打分的话，那可就没有上限了，疯狂往上加分。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除了现场大家这么热情的正买之外，此时此刻有通过芒果 TV 正在高清观看我们全场直播的正版们，也要给大家来问声好。与此同时提醒大家，可以随时来上微博搜索郑爽十周年生日会的话题，我们边来看这个我们刚刚生日会的全部的表演，边来聊一聊话题。如果此时此刻你觉得这个舞蹈你看完之后的直观感受，抓紧时间发微博分享，你回去要自己去刷一刷好不好？好，没关系，因为今天舞蹈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场，后面还会有很多的东西准备给大家，是不是？对，后面还有舞蹈。还有舞蹈，好像还要唱歌。对，要唱歌，还要送福利，所以我也很紧张。不啊，我们今天真的是大放送，你不要紧张，我才紧张呢，因为我们今天送的东西好多。哎，你们现场准备好上台和我们互动了吗？你看我们不用紧张，他们最紧张，现在在忐忑一会儿谁会上台来。那现在呢，我们话不多说，先来开始进入到我们的第一轮福利的环节，好不好？来，这个呢叫泡泡星球的环节，我们先要邀请一帮朋友上台来，只不过这个方式呢有点特殊，我们要通过星系坐标来找寻现场四位幸运的观众来到台上。我跟你讲，一会儿看了没有，现在他们都是黄色的，一会儿都变成黄色的柠檬精。来，
还记得口号吗？我们的口号是泡泡星球请连接，请连接，来，好，各位做好准备，谁是那四个幸运儿呢？我们喊出口号，泡泡星球请连接。哎，真的有一种大乐透六合彩真的的感觉。来，我们耐心，哦，出来了，来念一下，哦，VVIP 第十排25号， VVIP 第九排16号， VVIP 第15排29号， VVIP 第8排30号。来，有请四位，有请你们来到台上。我跟你讲，现场他们现在最想干的一件事情是拦住那四个人自己顶替上来。来，有请他们四位。与此同时，还要邀请到的一位特别幸运的，我们通过芒果 TV 饭团在线上选出来的幸运正版，一同来到台上和我们进行第一轮的游戏互动。那我们在等待他的时候，我们正好说一下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什么，你们知道吗？喜欢你正好10年。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定这个主题？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因为我姓郑。哇，完美无瑕的解释。对，然后也是我自己出道10年了，然后这些粉丝陪伴我成长，陪伴我经历过高低，然后主要经历过的是时间，谢谢你们。你的成长路程呢，不要高低，要高高高高高高高，要一路上坡，知道吗？但是呢，我们今天正好是10周年的纪念日，特别又赶上了生日这一个特殊的日子，所以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面选择和最特殊的一群人一起度过，这次第一次的尝试，对不对？所以小爽今天准备了这么多，一会儿的时候再把表演呈现上来，我们看看他们准备好了没有。来，我们幸运的正版们准备好了没有？来，来到台上，有请各位。你放心，你刚刚上台来的时候在那边很紧张，他们上台来更紧张。你看他们现在还都不敢上台，准备好了吗？你看第一位很勇敢，来，欢迎各位，欢迎各位，来，我们稍微往旁边站一站。我们是做了些什么？你们这么激动？来，我们再往我这边站一下，来，我们稍微往这站站一点点，好，可以了。来，我们现在呢，先请各位分别自我介绍一下怎么称呼，但是千万不要说自己来自哪里，记好了没有？好，怎么称呼你？大家好，我的名字是洪珊珊，我今年21岁，我是一名准摄影师，谢谢大家。所以今天照片不好看，我可以找你啊，你要做好准备啊。来，第二位。 Hello， 大家好，我叫郑小才。这个男生手在打哆嗦，今年19岁，是一名准大学生，谢谢大家。好，这都带着准字来的，我是一个准主持人。来，下一位。 Hello， 大家好，我是全程，今年19岁，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幸运的两个男孩，来。Hello， 大家好，我叫盛夏，我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已经25岁了，谢谢。哇，是我们可爱的医务工作者。Hello， 大家好，我叫熊孩子，今年22岁，谢谢大家。好，看出来他比咱们都紧张，咱们就不用特别紧张。来，下面这个游戏环节你更不用紧张，因为需要让他们五位来完成一个任务。我手里面呢有3套题，这3套题分别是剧本，是郑爽在过去10年当中塑造过的角色和演绎过的片段，但是你们五位抽到这个题目之后要用你们各自的方言来进行演绎。你呢先来猜是哪的方言，再来猜角色，再来猜戏，然后再来说一下那场的对手戏的对手演得怎么样，诸如此类的，到时候我们来猜一下，看看能猜到什么程度，好不好？ OK， 好，来，3套题我们来抽取。第一套题是一个人的，谁来？第一套题一个人的，谁来？不要这么谦虚，谁来？你来吗？那我来，我来。好，第一套题你来。来，第二套题是两个人的对手戏，谁来？你们两个人来，男生的话可是要意味着有一个人可是要反串的哦。谁来？你们搭配一下好不好？二号，好好，来，二号的两位来搭配一下。来，3号题也是两位来演绎。好的，你怎么勉强？什么叫只有你们了？
注意的态度。来，开玩笑，开玩笑。来，我们第一位在这里准备一下，然后后面四位你们要对一下词，好不好？主要是要把自己的方言状态调整好。小爽，考验你的时候到了，好不好？那个，你准备好了吗？我现在准备好了。你发现没有，他刚刚说话的时候一直刻意用普通话，一会儿很有可能蹦出一个我们完全听不懂的方言。来，做好准备了吗？嗯。好，来，导演看向前方，稍微往前一点。三、二、一 ，Action！ 今天不剃头了，高级大了，算了算了，找我自己去。我是排泄无？我是不是排泄了？我都来跪下来了，伊要怎啊？伊水，伊高冷，伊出来有钱，伊了不起啊！姑妈唔伺候的，吃。你在挑我？我干阿姐我？我一当生活唔是正好诶，又食甲又阳光诶，伊讲伊食唔食？唔食滚！对不起啊，我外语水平不太好。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一句都没有听懂。小爽同学，嗯，你先猜一下这是哪里的方言。哎，朋友，刚刚有人喊的时候他都在用方言在喊。云南。闽南话是吗？我说闽南。闽南，你们确定是闽南话吗？你们为什么知道这么多？来自五湖四海，有没有现场也会闽南语的？那用闽南语喊一个正好十年怎么说？哇，哎，那个人真的会。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恭贺展。正好十年怎么说？用你的方言。今后找你。今后找。今后找你。对不起，我这个嘴怕是要不得了。来，刚刚是闽南语，猜对了吗？是的，是的，是闽南语。你是来自哪里的？我是来自福建的。哎，你看，前面就不能说叫哪里，来自福建的人，朋友，你普通话非常也标准。我有点不包准。就是、不、就是，很包准的，放心，你放心，很包准。我们是福，不是福。你刚刚不是这样说话，你好好说。来，接下来那个片段，哪一个片段？象征，青春痘里面的象征。你告诉我，你是听他内容听出来，还是刚刚大屏幕你瞥见了？你懂。我懂的，因为我也看到了大屏幕放出来画面了。哪场戏？就是在家打麻将那场戏，然后钱贝贝过来找他，这样子。台词还记得吗？纪晓妮，哦，错了。不，这样我们挑一句台词，让他用闽南语教你一句台词，好不好？好。来，你想一句闽南语，你挑一句哪句话用闽南语教他一下。好啊。你别紧张到忘了闽南语怎么说哟。我好像是现在有一点点好紧张。没事，你说一句，简单一句。好。来这句话。好。完了，对不起，是我的问题，完了，他忘了自己说了二十几年的方言。算了啦，找我几百 key。寻我几百 key。啊？寻我几百 key。找我几百 key。找我几百 key。什么意思？找我几百 key。对，你猜什么意思？你猜我几？不是，意思是找我姐妹去，姐妹在哪里？是不是就在这里？哎，这句话教学很不错，没问题，你表现很优秀，谢谢。我人生第一句闽南语被他带出来了，谢谢你。来，请在那稍等一下，谢谢。好，谢谢。来，下面两位来到这里，刚刚你们两个不是胡建的吧？是不是？不是。好。那现在我们言多必失，先别暴露自己的方言啊。好的，做好准备。你们也竖起耳朵认真听，看看是哪个片段，好不好？来，吓不吓我？这个男生自己跑到一边去。来，做好准备没有？三、二、一 ，Action！ 上车。你带我去篮球馆，咁样合适啩？其他人见到会唔会噶？误会。唔会，我哋系这种关系。我们啥子时候不是这种关系了？好了，完了，对，好了，这就完了。对，我先帮他问一件事情，你们两个用的是一个方言吧？不是是吗？不是。
你们这群人啊，坏得很，还用两种方言，硬猜吧，你听得出哪一种？女生先来一句，你再来一句，大点声。你带我去篮球馆，咁样唔合适啩？其他人见到会误会啩？粤语是粤语吧？对，是粤语。好，第一个我们猜粤语，男生，你再说一句，大点声。我们啥子时候不是那种关系了哎？四川话吗？四川话。对，我吃了这么多顿火锅，我没有听出来你是四川话，是不是？一位粤语，一位四川话。嗯，对。哇，你们真是跨地区交流很强。来，接下来猜方，猜内容了。这次旁边没有画面了。先想男生和女生的戏。微微一笑很倾城吗？那猜一下大概哪场戏的内容，刚刚你听出来一句你能听懂了没有？这样，女生我们再来，有没有比较明显的？没有明显。对，第一句再来一遍。好，慢一点。好的。你带我去篮球馆，然后下一句。咁样唔合适啩？其他人见到会误会啩？行，这下一句听了不听也听不大出来。来想一想。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是不是？那这样吧，我们这一轮直接揭晓答案，看看你们到底是重现了哪一段，好不好？来，请看大屏幕。上车。你带我去篮球馆。这样、哦、这样不合适吧？别人看到会误会的。误会。误会我们是这种关系？我们什么时候不是那种关系了？各位，谁能听得出来刚刚那段话讲的是这么可爱的一个关系？你刚刚是没有听出来对不对？还是被打败了。这个你们两位厉害，完成了挑战，很厉害。好，来，两位请休息一下，看看下面两位。刚刚那个实在太难了。这个不难。你是不是怀疑他们和你是这种关系？你们究竟是不是这种关系？你们说是就是吧。来，我们看看下面这一对他们要演绎的片段。先，刚刚我们不要说话了，直接进戏好不好？来，做好准备啊！声音稍微大一点点，不用念太着急，好吗？我们来认真听一下。来，来，我们两位，我们往这边站一下。来，往这边站一下。来。再说，往这站一下。好，来，三二一，开始。你快丢了吧，就一点个就估计了，玩到这样几年啊，玩一年啊。对，走吧，你请了吧，来句很不错了。哎，说你是不那个跟人打架了吗？哎，真英雄，呵，哪虚线了？你当我是白金白吗？这好歹是我个人，你是不那个人就不晓得跟我说一声吗？哎，疼。好了，我听出来最后一句话是哎，疼，对不对？我先帮了一个很大的忙了，剩下的先猜哪种语言。男生先猜男生。来，再大声说一句开头第一句。嗯，快一点约的吧，就一点个就谷底了。你快一点就是吧。来猜一下哪里的。我知道了，应该是流淌的美好时光。回答正确。你是从哪听出来的这一句？应该我知道那场戏了，应该是去洗手间，然后说你快点齐名，要上课迟到了，这样子。应该不是吗？不是差不多。啊，好气，感觉差点感觉猜到了。来，没事，但戏猜对了对不对？对，猜对了。我刚刚还想偷偷看一眼，因为我真没有听出来方言，听出来是哪位方言了吗？湖南。第一位是湖南的，是不是？你是不是来自湖南的？对，我是湖南。哎，这个说这么正式，我是湖南的。来，女生到你了，一句话，再给我们一句话提示。就不晓得跟我说一声吗？怎么这么正式呢？就不晓得跟我说些什么？这不是普通话吗？听懂了啊，听懂了。你刚刚的方言版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这样的。你慢点来，慢点来。就不晓得跟我说一声吗？吴克群老师写过一首歌来形容你这个方言，叫大舌头。开玩笑。来想一下，这个真的不知道。这个很近，离上海很近。江西。
不是江苏，对对对，江苏哪里的？我是泰州的。吴侬软语就说的是你们的方言，对，他方言对对特别多。对，你说的就特别利索。好，那既然刚刚猜完之后，继续猜那个戏的戏码，还能猜出来吗？你戏是内容猜对了，还能想出哪场戏来没有？想不出来了，对不对？但戏是猜对了，来看一下究竟是哪场戏，这次会不会有一些反转的戏码？来看大屏幕。你快点行不行？就这么一点路，你打算走几年？走一年啊？对，走八年。行了吧，来就好不错了。还说话，你去布拉格跟人打仗了吗？还成英雄？脸受伤了？你当我是背景板吗？这好歹是我的事情，你去布拉格不知道跟我说一声吗？哎，疼。好，收到了，没问题。两位表现得很棒，看完之后想起来了。但是刚刚他那个语态的状态和你在戏里的状态是很相似的，对不对？像，很像。对，就是机关炮一样，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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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哎，我们请五位一起来到我们身边。刚刚各位表现的都非常的棒，非常棒，非常棒。特别是真的有几个方言是难住我们的了。认真准备，哎，你们的戏路很宽，各位。不管怎么样，也谢谢各位来参加我们这个环节的互动。所以为了奖励他们，我们先和他们合个影，好不好？好，好。来，我们请五位来到中间。来，往中间站一下。来看向前方。哎，兄弟，你还挺会找位置啊！来看向前方。好，三、二、一，好的，谢谢，再次谢谢五位的参与，谢谢五位，五位可以去到台下休息，谢谢，谢谢你们，谢谢，可以去到台下休息，而且五位也会获得小爽精心为大家准备的签名 T 恤，还有我们芒果 TV 饭团准备的礼物给他们。当然小爽刚刚这题有点难了，所以我们为了表示我们的歉意，我们芒果 TV 饭团呢和我们的会员频道也为你准备了一个特殊的礼物，在我手里面是我们为你定制的芒果 TV 终身会员卡，郑爽专属定制版本。你们知道刚刚我掏出这个会员卡的时候多么不舍吗？特别是后面这个二维码记得回去扫。哇，好可爱。账号大家谢谢。对，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专门定制的终身会员哦，是喜欢你正好十年的专门定制版，一定要收 好吧。我觉得我都不会用，就别该用还是用。那应该送我两张，一张是我跟你讲收藏的。我跟你讲是这样的，自家人的那个号能通用，你在不同的设备上登录就可以，对不对？回去慢慢用，记得各位要多多关注芒果 TV， 好看的剧、好看的综艺、郑爽的剧都会在芒果 TV 和各位见面。那刚刚我们给大家送完一波福利了，你也收到福利了，该回馈大家了吧，对不对？好，今天这样的话，我们接下来要看一个 VCR， 是来自圈内好友给小爽送来的祝福。而与此同时，小爽也要去好好准备，带给各位下一个惊喜，好不好？好，那我们一会儿见，请看大屏幕。大家好，我是马天宇，我在这里祝我们家爽姐生日快乐。嗨，小爽，我是小猴子，今天是你生日，在这里祝你生日快乐。大家好，我是杨洋，祝郑爽生日快乐。Hello， 小爽。好久不见，这一眨眼这时间过来真的是很快啊。然后今天是你的这个出道十周年的纪念日，同时也是你的生日。那浩明哥呢，在这里祝你生日快乐，也同时希望你能够一直保持那颗特别有意思的那颗少女心。嗨，大家好，我是康永，很高兴能够在郑爽出道十周年的庆祝会上面来表达我的祝贺。小爽，今天是你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Hello， 大家好，我是孙悦啊。听说今天是郑爽的生日啊，那么在这里祝你生日快乐，天天开心。Hello， 我想说，我最近跟张恒聊天，每次他都在说要怎么过生日，我表示非常的羡慕。Hello， 小爽，祝你祝狮子座的你生日快乐。Hello， 郑爽你好，我是陈翔，在这里呢，作为一个小哥哥，祝小妹妹生日快乐。嗨，小爽爽，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小爽！我是夏左，我是碧婷。
然后希望你所有的付出都能够得到回报，越来越好，跟恒哥早生贵子，永浴爱河，巴拉巴拉，再见，拜拜。希望以后你可以每天都开开心心，爱情甜蜜，然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身为好朋友的我，如果你有任何需要倾诉的情况，都可以来跟我说，我会永远在你身边的，加油小爽。今年是你出道十周年第一次办生日会，希望你可以留下难忘的回忆。我听说今天你还带来表演了，很期待，预祝生日会顺利举办，喂喂喂，生日快乐。十多年前我们一起拍戏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然后那个时候你跟我说你特别渴望有一段这个特别真挚的这样的一段感情，然后那个时候你也很渴望说谈恋爱啊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我也知道现在你已经收获到了你的幸福了，然后也希望在将来的日子呢你能够继续的为你的幸福去加油。我觉得郑爽是我们演艺圈拥有的一个非常有个性很奇特的珍贵的艺人，我当然希望郑爽在出道十年之后依然在演艺圈能够表现出更多她的才华，让我们能够看到更多她的潜力，而且能够带给更多喜欢她的人启发跟力量。同时也祝你出道十周年加油，希望你越来越好，棒棒的。我呢是真正郑爽的粉丝，我觉得郑爽不知道我俩，但是我想告诉他，就是我身边这个中国的篮球运动员孙悦的老婆，我是正版，真正的正版。对，我祝你 keep real， 永远做自己，永不妥协，希望你可以永远幸福开心快乐，然后可以永远做你自己，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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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十八岁，永远开心，永远幸福，永远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希望你每一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每天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享受属于自己的生活，我会永远支持你的。那开心跟你合作，然后希望你的下一个十周年更开心。虽然我们没有跟你见过面，但是我们很期待跟你见面那一天，然后你的下个十年一定会更美好，也希望说你的爱情也因为你们的恋爱长久美满幸福快乐。 Bingo， 生日快乐，拜拜。谢谢，我们在这里也要特别真诚的感谢所有在过去十周年里面郑爽身边的每一位好朋友，还有行业内的前辈，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面为我们送来的祝福。谢谢各位老师以及各位朋友们，也希望这样真挚的友谊能够一直伴随着小爽继续走下去。那同样我们也要感谢今天所有到场以及没来及到场通过芒果 TV 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正版们，因为我们之前的时候在芒果 TV 的饭团发起了一个特殊的活动，叫做我是郑爽生日会的策划官活动，所以今天小爽所演唱的歌曲以及所会跳的舞蹈，包括很多舞台的小细节，大家会呈现出来的游戏环节都能够看得到，是各位策划官精心为大家准备的，所以再次感谢每一个为了今天生日会付出努力的工作人员，谢谢每一位策划官，谢谢各位。那接下来我先问一下，你们之前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节目单？那你们是不是知道下面这首歌曲是什么？哎，有的人喊对了，有的人没有喊对，但是我必须说一下，这首歌昨天晚上我们在彩排的时候听到，我感觉我回到了初中，瞬间，你们有没有，是不是和我同龄人，对不对？我没有想到做这个行业这么久，有生之年我居然能在现场听到这首歌，他真亲自唱出来。所以说各位，如果一会儿有人情绪绷不住啊，想流个泪什么的，大家互相递一递纸巾，千万不用绷着好不好。但是不管怎么样，因为之前的时候其实网上有人会说小爽可能在性格方面有些会内向，也许很难得有机会会像这个样子在舞台上为大家发出自己内心想说的话，所以说在今天特别的这个机会，小爽一点点的在准备，特别是把这首歌想当做自己心里的话，一起陪大家来回顾过去十年他走过的路程以及你们陪他走过的那段岁月。那下面我们就要邀请到我们的小爽，但是在这个
开始之前，我们一定要先告诉大家的是，一会儿这首歌曲会非常的感人，因为他要把自己的秘密基地搬上舞台，把自己第一次的心声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面唱给大家来听。别别别，不要！我为什么我说着说着你们就要哭了？一会儿等歌曲出来的时候，我昨天听彩排的时候就有一点点泪奔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我们要铭记每一份的感动。好，那现在我们就用掌声欢迎郑爽带来这首想唱给你们的歌。至于是什么呢？我们舞台上来听一听，有请。谢谢小爽，来，小爽先去台下稍微准备一下我们后面的互动环节。好，好，来，慢一点哦。放心，你们倒数一分钟立马回来，但是先问一下，你们刚刚有没有都跟着唱对？我刚刚在后面也一直在跟着唱，除了我的调唱不了那么高之外，每一个词一直都记在心里面。因为虽然这个时间很长，但是在这个舞台上唱出来的短短几分钟，我们发现这个时间过得真的非常的快。那我们今天也是通过了芒果 TV 饭团，专门收到了一些可爱的正版们写给小爽的信，我们在这里也带大家来念一下。我相信他们很多人也说出了你们心目当中想说的心声。
当然这个话我说起来好像有点怪怪的，就像在现场告白，不过是代替正版们对他告白，我觉得这件事情做的是非常对的。这封写给小爽的信的第一封，爱你永远是最明媚美好的事情，没有之一。愿从春到冬，从晨光清澈到夕阳斜枝，我们一路繁华相伴。遇见你是我一见倾心的欢喜，是最初的心动。愿你永远灵动善良，我也明媚如初。你们觉得他写的好不好？啊，他文采真的比我好很多。好，那下面还有一封信。我的初心女孩，愿你永远开心快乐，为自己而活，喜欢你从来都是毫不费力，无论前路有多少风雨，正版一直在你身边守护你，勇敢地向前走去。你身上有无限的潜力，如果你愿意，一定会闪闪发光。我相信这些话虽然我们只挑取了其间的两封，但是也是说出了你们的心声，对不对？那刚刚听完好听的歌曲，福利不会停的，来，我们再次有请小爽回到舞台上，有请。各位，除了一个庸俗的小仙女这个词之外，我想不出其他词来形容我身边的这位姑娘了。来，刚刚唱完这首歌之后，真的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感动，就感觉一下子把大家拉回到了很久以前。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要选择把这个歌放在这个地方来演唱？因为我是通过一起来看流星雨出道的，然后现在也正好是我自己的生日，想回顾一下自己以前的最经典的作品，然后我也非常喜欢这首歌，然后我觉得里面的歌词写的也特别的好。对，其实就是映照了过去十年当中某一个阶段当中自己的心路想法，是不是？所以说会有一些共鸣，特别是放在我们开头的时候唱的第一首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送福利的环节了，就是你今天真的好辛苦，一刻都不能停。那下面的福利环节呢，叫做泡泡的吃播时间。先说一下设计这个环节为什么要做吃播。因为挺喜欢吃的。刚刚谁这么实在说实话了？因为自己很喜欢吃，然后也经常看吃播，觉得也挺可爱的，所以有一个这样吃播的环节想给大家展示一下。对，就是今儿带着他们一起吃，对不对？对对。好，既然这样，各位做好准备，你们当中一会儿有人上台会吃到一些东西哦。那现在我们要按照严格的直播流程，有请我们的小爽进入到他的直播间，有请。各位，我好像看到一个仙女从我眼前走了过去，来，小爽就坐之后，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抽取现场的幸运的朋友了，来。这和直播一样，就是你现在直播间，然后再看一下，哎，我们看看弹幕上哪位朋友会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好，但是同样是通过心绪坐标。还记得我们刚刚的口号吗？好，来，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泡泡星球，请连线。来看看哪位幸运的朋友会被我们抽中。我们现场会抽取两位幸运的朋友，看看都是谁。恭喜 VVIP 第七排19号以及 VVIP 第12排的43号一起来到我们的舞台台侧。与此同时，还有一位非常幸运的来自芒果 TV 饭团的朋友也会来到我们的现场，一起分别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对不对？好，我们请工作人员引导一下他们来到舞台台侧。与此同时，我们讲一下直播间的规则，好不好？现在我先看一眼，你刚刚有没有看？你们打开看，摄像老师不要给特写啊，我们偷偷看一眼，这是我哇哦，这个好好看哦，是吗？昨天彩排的时候放的东西，感觉不是完全不是这个，有哎，朋友冲上来挺快的呀，来有请，你刚刚没有看到我们打开看到什么东西吧？没有是吧？好，有声音，来，你往里坐一下，坐小爽身边，没关系。好，我刚跟小爽我们看了一下，今天你可能会吃到什么东西。
但是呢我们要严格说出这个规则。首先这三个食物当中你随机挑选一个，比如说你选这个，你能问小爽三个问题，问完这三个问题之后你要开始猜这里面是什么了。如果你能猜中的话，小爽就要喂你来吃。但是呢喂的方法又不一样，我这里面有三种不同的道具。然后你接下来抽取的是这三种不同道具当中你要让小爽用哪个来喂你。明白吗？明白，一步步来好不好？好的。首先有请我们的主播小爽。来到你的吃播环节了啊。好好好，来，你要选哪一个？哦，我自己来是吗？那我当然选离小爽最近的这个是吧？我觉得他有点会挑。那个真的很特别。对，真的吗？特别，你上来就挑一个特别。那我要让他猜是什么东西吗？对，他先问你三个问题，然后你要回答他信息，好不好？离得最近的一定是最特别的。你很聪明啊，你在台上抖机灵。那接下来看你三个问题能不能问中他。好。是他回答是和否？没关系，他看他心情。好的好的好的。那他都给我一点点提示好吗？不，你先问，比如说你问这是不是肉或是不是菜。我的意思就是给我可能放点水。第一个我想请问一下它的颜色是棕黑色吧？棕黑色，那是某个节日一定会送的吗？会。那你有送过吗？送给谁？送给任何人。我有今天送做出来送给大家的。天天送。你现在猜到是什么了吗？了我最后一个问题，其实第二个我觉得我就猜到，但是我最后一个问题我觉得是替我自己问的，因为我觉得你可以送给我。哇，你好厉害。你很会撩。对，没错。好，那你要告诉我们你猜它是什么东西呢？我猜它是巧克力。那小爽要不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噔噔，是爱心型的，各位。你是在炫耀吗？这个小爽给大家，这个有点化掉了，可是没关系，吃到嘴里都会化。这个是我做的。真的吗？我可以整盘都带回去吗？他满分，朋友们，他撩到满分。可以。但这个巧克力也是特殊的巧克力，是不是？他说是他自己做的。你可以声音再大一点。他说是他自己做的。小爽，你知道吗？我感觉现在不是你在过生日，今天是他的生日，你来送祝福。现在真的有点化了，所以别介意。我一点都不介意。好。这是你什么时候做的？那我要喂他吃吗？就应该是前几天做的。就是里面有什么加的，都加了什么原料？会是那种很甜的，还是没有没有？就是其实是黑巧克力，黑巧就又很健康，然后吃下去它甜在心里。它可能是比较苦的那种巧克力。没事，没关系。到他心里他就变甜了，你放心。好好好。他现在整个人都已经有点不能控制自己了。对，因为本人其实不是很喜欢吃巧克力，但是自从今天过后我肯定很喜欢吃巧克力。各位你听一听他，朋友你是个演员吧？不开玩笑。但是其实我觉得面对自己的偶像带给自己的礼物肯定都会很喜欢，是不是？但是呢小爽不是直接给他吃，他要挑一个东西，看你用什么来喂给他，好吗？来，我面前这三个你挑一个。我自己开吗？不对，你自己开一个。好，是是是，你自己开。我选这个吧，离我最近的。好，离你最近的会不会有点幸运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特殊的道具。接下来我们的小爽会戴着这个眼镜来喂给他吃。至于喂到哪里我就不敢保证了，有点难度啊，小爽。好，而且我感觉正好是一开始最难的挑战。对，就突然就全他一个人给担下来了。好，那接下来就请你戴上这个可爱的眼镜。哇，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了。这样的话我们真的带货呀。好羡慕，这个眼镜真的好可爱。你现在看不见了吧？看不见了。好，我把筷子交到你的手上。好，然后加起来一个。好，来加起来，这有一个。好，稍等，慢点慢点。对，这一个。好，加起来了。慢点。加住了。
好，现在身子往左边转，往左边这一口吃下去会有点，就会有点腻，我会觉得。没关系，要不要小口一点吃？没关系，我一口吞。啊，是吗？他要让他慢慢的化在心里。哦，好好。来，哎，你很聪明啊，自己找位置。OK。OK， 吃到了，好，可以摘掉眼镜了，可以了。好。谢谢。啊，辛苦你了，要不这么一大口。来。没有。你现在有点开心，然后对的，谈一下口感如何？其实不太苦，我觉得很好吃，真的很好吃。真的吗？真的很好吃。哇，哎，小爽就真的是姐妹之间做了一个东西之后，哎，尝尝我今天做的巧克力怎么样？嗯，好好吃啊！哎，你说的很对，真的很好吃。好紧张啊，饭做的不紧张，真的很好吃。好，那接下来今天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一盘都让他带下去，好不好？好的。这样的话，说不定他可以分给你们。好。好，谢谢，谢谢第一位朋友。同样，我们也要送给你一个芒果 TV 饭团，为你精心准备的芒果 TV 的芒果仔送给你，谢谢。好，谢谢。来，谢谢。各位认准他这张脸啊，巧克力在他手里面。来，下一位有请。哇，这位兄弟，这位兄弟走过来的时候，地板震动了一下。来。来，坐过来，坐我身边，来，没关系，把这个凳子稍微往后放一放。好，来，坐我身边，挑选一个。这个是空的。这个。好，这个兄弟怎么称呼你？我叫薯条，来自河北，我是一名金融专业的大四学生。哇，你好。因为我感觉他现在有点慌张。是不是感觉现在可以知足的做？来，好，下面这个你还记得是什么吗？我记得，我记得，对不对？好，同样你有三个问题的机会来问他。嗯，是热的东西吗？好像不是。它现在变得有点热。对，被灯光照的有点热。对，灯光照的有点热。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方向，它是可以喝。哦，我刚要问是液体吗？没关系，这样一会儿你们还有两个问题的机会来。嗯，是甜品吗？嗯，是甜品。嗯，是关于水果类的甜品。是的。哼，我们不一定会准备你想的那个东西哦。因为我之前有看芒果 TV 发的那个策划嘛，我猜是杨枝甘露。哦，天哪，居然猜对了！你功课做得很足呀，朋友。对。我刚还说呢，因为我们之前发起了我是郑爽生日会的策划官的活动，所以你有一直在关注这个，是不是？是的。小伙子聪明，有备而来。既然这样，你不喝这个谁喝呢？对不对？但是，哎，不是用这个勺子啊。你再挑选一个，挑选一个餐具。哦，杨枝甘露，真的。我能不能让小爽帮我选？不可以。好，你想要的来。这个吧。好，来看一下这是什么。来，各位，你们可以安心了，这也是一个勺子。来，小爽，你要用这个勺子。好。来帮他。喝这碗杨枝甘露。好，来，我再吃。这样吧。朋友，就一下啊，就一下啊。好甜，和郑爽一样甜。小伙子会说话，来，带好你的杨枝甘露，去到台下慢慢品尝，来。小爽送给他，谢谢小爽，祝小爽生日快乐，谢谢你，谢谢。小心点。来，下面我们有请下面的一位，是来自我们芒果 TV 饭团挑选的幸运的朋友。哎，好像没得选了。这位朋友，欢迎你。来，喂，哎，小心掉东西了，音源崩掉了。来，怎么称呼你？大家好，我叫随意本人。我来自四川，我有一个双胞胎妹妹，也很喜欢小爽。
他来了吗？他来了，也在现场。请上来，来来来，有请他一起上来。你们是从四川专程赶过来的，对对对，是不是专门赶过来的？来，我们请下他的双胞胎妹妹，我们。咱今天招待人了，然后一家人都招待齐，对不对？好，好，好不好，小爽？没问题。而且那一份吧，他一个人吃不了。嗯，对，对不对？是的。就是那个东西，你中午吃饭了吗？吃了，吃了。中午吃了什么？中午就吃了三明治。就没吃饱，是不是？对。对结实了，当时哇，哎呦，一回头是有点，我感觉时空错位的感觉。来，请坐，往前坐，往前坐。这个画面是不是很有戏剧性？来，谁是姐姐，谁是妹妹？小爽猜一下。你还挺聪明的，人家猜。你是妹妹吗？我是姐姐。对吧？他刚刚其实说了，我的妹妹坐在台下。我紧张到忘记了。别紧张，接下来到他们紧张的时候了，因为接下来这个东西能让你们吃得很饱。来，三个问题问一下小爽。它是甜食吗？它可能有会有甜的那种调料。对，它口味里面会带一点甜。对对。它是固体吗？是固体。它是家长让吃的吗？哎，你先跟我说一下，你家长不让吃的都有什么东西？我们先给你排除一下。辣条。那不是。可乐。炸鸡。哦，炸鸡。恭喜你回答正确。对啊，你们一个个太聪明了一点，就这个环节对你他们一来就没有意义，对不对？好聪明。给大家展示一下，来来来，一大份炸鸡。炸鸡。我刚刚默默咽了咽口水，看着有点香。很香。好，那只剩最后一个道具了，那我们直接打开给他看一下。哇，来，直接是最方便的筷子。哦，这个方便，我给你夹小块一点吧，比较方便吃。大块他们也吃得下，放心。啊，我们贴心小爽在线，喂两位。我喂你。吃炸鸡。好吃吗？什么味道？好好吃，蒜香味跟甜辣味。你还能注意到蒜香味，你很细致啊，朋友。我不吃蒜的，但是。小爽味的我就特别喜欢。是吗？那要带下去吃吗？要带下去。来来来，好，来，谢谢小爽。不谢不谢，谢谢两位，谢谢两位。来，两位要带着我们的芒果仔一起去到台下来，正好两位一人一个。来，谢谢谢谢。没事没事，谢谢两位，谢谢你们，可以去到台下来。小爽，我们来到舞台中央。 好刚刚看着他们吃，你自己馋不馋？没有。来，那刚刚呢，我们给大家带了一波吃播时间，其实也是慰问一下，因为很多朋友真的是从昨天晚上，我知道就有人朋友在这里等待，今天中午也是一直在忙碌，所以说在这里我们也是要表达各位辛苦大家了，辛苦你们，谢谢，谢谢各位，谢谢大家。那除了现场的这些1000位正版之外，那我们来自全球各地的正版都用各自的方式带来了他们生日的祝福，希望通过今天这个平台传递给你。所以说接下来我们一起看向大屏幕，看看他们用哪些方式送来了特殊的生日祝福阿巴。来，请看大屏幕。我是来自上海的正版。嗨，我是正版，我在四川。我是正版，我在江苏昆山。小爽，我是正版。嗨，小爽姐姐，我是正版，我在浙江横店。我是正版，我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大学。我是正版，我在江苏。我是你的蓝范林毅。我是来自深圳的正版。我是正版，我在浙江仙华。我是正版，我在湖北新沂。我在江苏。我在深圳。这里是上海。我是正版，我是正版，我是正版，我们是正版。你一直是那个让我脑袋里放小烟花、心脏里蹦跳跳跳、身体里开冰雪碧的那个人。认识你很幸运，喜欢你像星光注入眼眸，一眼万里。郑重声明，我爱你，赏心悦目，守护你。没有谁能比你更合我的拍，没有谁能比你更合我的拍。
希望你未来一切都好，开开心心的。希望小爽好好拍戏，外面的流言蜚语由我们来帮你扛，加油，做更好的自己。希望今后的你每天都越来越好，然后拍出更好的作品带给大家。遇见你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儿，不只是生日快乐，是祝你每天都快乐。希望你自信一点，相信自己是最棒的，加油哦。希望郑爽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无论遇到多大的挫折困难，都能勇敢面对，我们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勇敢做自己，即使黑暗中前行，也有郑爽为你点亮灯塔。不管以后发生什么，相信都有郑爽跟你一起扛。希望你一直开心，做自己喜欢的。郑爽呢，我一直陪在你身边，未来的路很长，我们一起走。作为你的铁杆粉，我还是希望你多多拍作品，让我们在大荧幕上多看你。希望你以后的每一天都像今天一样，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希望你可以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永远开心幸福。愿你心有所爱，也温柔被爱，想你所想，圆你所愿，爱你所爱。希望在未来你会更加的快乐。希望小爽能够在以后的路上越来越好。希望你以后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的作品。作为粉丝，我会一直支持您的。正因有你温暖同行，正因有你温暖同行，正因有你温暖同行，正因有你温暖同行。未来不管怎么样，无论怎么说，我都会一直站在你这边，始终支持你。一生正版，一生正版，一生正版，一生正版。老大，生日快乐。在上海祝你生日快乐，祝小爽28岁生日快乐。爱你所爱，想你所想，未来我们也要一起加油。祝你082生日快乐，爱你爱你。biu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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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u。我在四川内江祝老大生日快乐，希望老大天天开心。在上海祝小爽出道10周年以及生日越快乐，愿你幸福安康每一天。小爽祝你生日快乐，愿你美好依旧，贪吃不胖，喜欢你正好10年。最后祝你10周年快乐，生日快乐！同时祝你出道10周年快乐，爱你哟，小爽！我在江西抚州祝小爽出道10周年快乐，祝郑爽82生日快乐，永远18岁！祝郑爽出道10周年快乐！祝你8月22号生日快乐！祝你出道10周年快乐，还要祝你生日快乐！祝老大28岁生日快乐！祝您8月22号生日快乐！祝郑爽出道10周年快乐！我在湖北宜昌祝小爽28岁生日快乐！祝您出道10周年快乐！喜欢你正好10年，郑爽生日快乐！祝郑爽出道10周年快乐！祝郑爽出道10周年快乐！也祝小爽生日快乐！祝小爽生日快乐！出道10周年快乐！祝郑爽出道10周年以及生日快乐！生日快乐！郑爽，你给我听好，你甭管我在哪，看我身后这人多美，祝我身后这人就是你生日快乐！谢谢这些通过芒果 TV 饭团来征集到的各位郑爽们送来的生日的祝福视频，特别是刚刚那位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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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朋友，我们收到了你的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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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u。 而且我刚刚看到了很多人，其实年龄和在座的各位也都相仿，其实大家从认识郑爽一直到喜欢上郑爽，一直到追随到现在，其实都在度过各自人生非常重要的环节。特别是刚刚有一个非常帅气的小哥哥，我看他还秀出了自己的录取通知书。我们也希望能够追随着一个正能量的偶像，然后在自己人生的道路上一直往前不断前行，也为自己往前的道路上能够加油打气，这样的力量都是彼此之间相互去鼓励对方的。那接下来这个舞台呢，又一次要炸裂了。刚刚听完歌，歌有没有听够？但现在先不听歌了，一会儿的时候，我用刚刚那段话里面说，你看这个舞台上的这段舞，多美。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郑爽带来一段崭新的舞蹈，究竟是什么？用掌声欢迎他，好不好？
songs about Ricky. Now I listen and laugh. Even almost got married. And for Pete, I'm so thankful. Wish I could say thank you to Malcolm. Cause he was an angel. One taught me love. One taught me patience. And one taught me pain. Now I'm so amazing to have loved and I've lost. But that's not what I see. So look what I got. Look what you taught me. Yeah, for that I谢谢小爽，谢谢小爽。来，小爽先去调整一下，准备下面那个互动环节，好不好？对，来，因为这个舞蹈其实还是有点累的，然后我正好擦一擦汗，我们准备好后面的互动环节。不过这个舞蹈和开场舞又完全不一样。来问一下现场以及正在收看直播的各位，记得来和我们随时互动。看完这个舞蹈感受如何？有没有被惊艳到？反正现场我从昨晚就有点被震惊到，我的天哪，很厉害。而且这个舞蹈小爽每一支舞他都很认真的在准备，每一个细节都不愿意错过。与此同时提醒正在通过芒果 TV 芒果会员专享来高清收看我们本场直播的各位，可以随时上微博参与郑爽十周年生日会的话题讨论，边看边聊，来聊聊你现在的感受如何。昨天小爽还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因为在舞台上其实这个舞蹈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也许只有一两分钟，但是对于他，对于你们各位所有来关注他的正版来说，这一两分钟都是无比重要的，所以说他不希望留下任何的遗憾。他甚至都说如果可以的话，他要把这一分钟出现任何小小失误都要重新来过。不过你们觉得他刚刚跳的棒不棒？好，那下面我们要继续送福利的互动环节了，来有请我们的小爽还有一位他的特殊合伙人上场，来有请两位，来有请有请，来，先，哎，现场突然变得非常嘈杂，但是在我们这个送福利环节开始之前，然后小爽刚刚也是得知一个特殊的情况，现场有一群正版也是刚刚来到了现场，是不是？对，就刚刚进来的正版们，你们辛苦了，然后久等了，谢谢你们这么远过来看我的生日会，真的非常感谢你们。谢谢各位，因为一开始开场的时候，我们一是为了安全，第二有一些情况，所以说有的正版可能晚一点入场，但是你放心，不管什么时候，永远不会迟到，而且说不定这一轮的福利，咱们就送到他手里了，对不对？对。好，那下面，来先介绍一下身边合伙人，好不好？哦，这个是我弟弟，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也做过一个小胖胖煎饼摊，他是我的帮手副厨。所以他今天要跟我一起来，就是就远景重现一下。明白，就是今天小胖胖煎饼天，小胖胖煎饼摊再度开张，对不对？嗯。好，那我们现在先请两位就位。好。来，有请。今天表弟这身打扮就真的非常专业。来，但是我们还是要来聊一下，今天我们要做个就是什么味道的，有什么特殊的配料吗？嗯。我们今天做的是荤素搭配，
大哥，你一开口，我就觉得今天咱们就特别实在。那既然这样的话，荤素搭配，我必须要说一下。一会儿的时候，我们是这样，我呢会问小爽28个我们从芒果 TV 饭团征集来的粉丝问题，在这28个问题中间，你们两位就要边回答问题边来制作煎饼，而制作几个，比如说你要制作出10个来，我现场就送给10个人吃。如果制作出2个人来，我们也会现场做好几个，我们就会抽取几位送出来。所以大家准备好你的胃口，说不定抽到你了，好不好？好的，那两位老板，咱们准备开工吧，好不好？嗯，好。来，那今天这样，我们的小胖胖煎饼铺开张大吉，噔噔噔噔。来，小爽，你就先忙，你先上手，我随时来问。好，不用太在意我，我们先认真为他们做好辛苦各位的煎饼。到时候呢，大家我们发扬一下节俭朴素，比如说一个煎饼你们可以分着吃，可以是不是？来问一下，你们有什么特殊的酱料要求吗？口味要求有没有？不挑食才能健康成长，你们真棒。来，我们看一下小爽老板这个手法非常的熟练，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配一个就是经典的美食纪录片的音乐，噔噔噔噔噔。好，小爽边做煎饼，然后哎，表弟这个鸡蛋磕的，我一直想学会这个单手打鸡蛋的技能，稍后教你。好的。这老板这个就是实在，而且这个技能一看非常熟练。小爽，问题随时来到了，好，做好准备了吗？嗯，做好了。好，第一个问题是吃煎饼一定要加的东西是什么？千岛酱。千岛酱是吗？对。好，绝对不吃的食物是什么？绝对不吃的食物，动物内脏吧。我去，各位，我们现在刚出现了一个争论，有人喊了个香菜，后面另一半有人喊了个香菜很好吃。就在刚刚的一瞬间，香菜党和不吃香菜党发生了争执。来，下面最近杀青的一部戏是什么？一部古装戏。你们倒是一个个报的非常熟悉，我到现在哎，我都基本听不见小爽的声音，我听见你们的声音。来，小爽，那继续问。出道10年最满意的3个角色是什么？楚雨荨，微微一笑，那个画壁里面的牡丹。你知道吗？现在我们这个环节呢，不是给小爽的28问，是来现场进行正版的大众评审调查。每个人就开始写自己的答卷，就感觉我问完之后你们要写个题目，然后再交给我，我来随机抽取一样。好，那你们再说一下你们最喜欢的一个角色是什么？应该倒油吧。好，我刚刚听到楚雨荨的呼声好像更大一点点。那接下来再问一下小爽。古装戏和现代戏哪一个更喜欢？现代戏吧。都喜欢。嗯，各位，一位优秀的演员，我们什么戏都能驾驭得了，对不对？对，所以继续，各位导演欢迎来找我们洽谈。来问一下，哭戏和打戏哪一个更难？打戏。你们真的是小机灵鬼，每个人回答的比他都，就人家还在想的时候你们都回答出来，你们觉得是哪一个？你们说打戏。来，小爽说是哪一个？打戏。嗯，我刚刚明明听见有人，很多人喊了一个哭戏。好，因为打戏其实对于女生来说肯定有，自然会增加很多难度，从准备方面，而且也会更加危险。那下面问一下啊，出道10年还想挑战哪种未曾出演过的角色？反派是吧？对。你们刚刚还喊了个答案是什么？你们瞬间答案一下子就统一了，一开始的时候没有这么统一的，我敢打赌。好，既然反派，但是你的形象太甜美了。反派的话有一种是反派当中的卧底，到最后就会变一个我想做个好人那个样子。对。来问一下，男粉多还是女粉多？女粉。刚刚
来问一下小爽，自己觉得男粉多还是女粉多？女粉多。女粉多。我发现刚刚上台的那几个小哥哥快哭了，没有一点点发声的权利。但我发现这个煎饼好像是锅好像不太热的原因，这个、好像是就是有点粘，有点。对，它有点粘锅，是锅不太热的原因。不过没关系，不过没关系。哎，不用，我来。大家第一不会太在意，第二实在不行，我们可以请工作人员上来帮一下忙，因为这个锅其实没关系，没关系，可以的。大家作为学生党呢，知道这个煎饼果子呢，这个热度还是有要求的，对不对？是的，是的。所以大家也不着急啊，我们辛苦等一下，好不好？就问完了吗？所有问题？反正呢，我这还有一堆。哎呦，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刚刚那把肉松可放的是太刺激了。因为我调制的是可能自己喜欢的口味。你自己喜欢的？对对对，自己喜欢的。很结实呀、啊。哦，好。哎，完了完了，现场的香菜党又要开始发声了。来，千岛酱。哇，好甜口。来，第一个要顺利出炉啦！慢一点，不着急，不着急，慢慢来。好，哎，这行可以。来来，先小爽先给大家打卡认证一下，这第一个已经顺利出炉了。嗯哼。来，第二个没关系，先把它铲干净。好。来，我们现在准备第二个。哎，啊！现在锅热了。表弟上手这个动作就非常熟练。对，现在锅热了。厨师长，厨师长，自己封的吗？自己封的厨师长，就是后台总共两个人，一个主厨，一个厨师长。厨师长帮着主厨一块来干。好，那下面我们问一下主厨，接下来，请模仿一下你的粉丝在机场看见你的表情。表情，对，来看向前方，看向前方，表情。因为有的时候有点没认出来的感觉，就这样子，这样子。我明白。就一开始有点蒙圈，哎，是小爽。这样，哎，我应该看哪儿？表演一下。那看这儿来，看这儿，我们看这里，看这里、啊。看这里吗？是这样。啊！最后一下抓拍的非常到位，就特别。对。你们说到不到位？那问一下，请对今天来到现场的粉丝说一句甜甜的话。啊，真的，没有想到。像千岛酱一样甜的话。我爱你们，会永远爱你们的。我知道了，我其实想说的是，我需要为了你们变成更好的一个人。哇、哦。我学一下刚刚那个小姑娘啊，这份煎饼不用加调料了，已经甜够了，是吧？来，接下来粉丝对你说的最多的三句话是什么？对，郑爽我爱你，还有郑爽加油，郑爽你要自信一点，这样。那我们把这句话在现场重新说一遍好不好？第一句是什么？第二句话。第三句话，哇，很棒，你们真的太厉害了。好，那下面最常用的拍照姿势是什么？来，继续看向我们右手边这个镜头，来一个拍照姿势，老板，郑爽老板的拍照姿势。来，导播切向这边的镜头，这样吗？比心吗？好，我煎饼要糊了，感觉。今天要换一个，哎。哎，不用加这个。好，那下面立马能想到并且唱出来的歌是什么？踮起脚尖，提起裙边，让我的手轻轻搭在你的肩。我跟你们讲哦。花儿似的甜，棒棒的！一会儿的时候，你们就不用唱了，而且或者是一会儿你们可能会跟唱的更大声，做好准备。好，新的一岁有什么想挑战的事情？
最后一个问题了。现在一岁，我想一想啊、哦。希望戒掉零食吧。那别，人生这么多欢乐。好，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我觉得你要拿着这两个来说一个，这个来回答这个问题。嗯、哦，好。来，请表现一下郑爽撒娇是怎么撒娇。啊、哦，这样我给你限定一个版本，就比如说你的朋友、哦，你面前的这堆朋友，他们不想吃饭，没有胃口，你要撒娇让他们吃饭。吃吧吃吧，真的特别好吃呢。好，那我们刚刚那个芒果 TV 饭团的朋友告诉我说，就是我们还要把他们想问的问题我们一起问完，好不好？嗯，好，没问题。那我们先放这儿。好，来，厨师长帮我们看好了啊。嗯，不整理一下，谢谢，辛苦厨师长。嗯，来，好，继续问，聊天的口头禅是什么？啊？就是啊，哎，或者是好，好、嗯，微信头像是什么照片？风景。聊天时最常用的表情包？微笑。如果要染头发，染什么颜色？想漂头发。你生气了？哎，厉害哦！你生气了要怎么哄才不会生气？怎么哄？我不需要哄。哦。如果遇到有趣的事情，谁是你第一分享对象 ？MCC。我跟你讲，这个时候特别抢那个速度。刚刚有个人比别人都早了0.1秒说一句哇，对，那个声音特别明显。好，来问一下，遇到家人花式催婚的话，你会如何应对？我没遇到催婚。5年内有没有结婚的计划？没有。如果结婚想生男孩生女孩都想。那接下来要不要把这两个分给大家吃？好啊。好，既然这样的话，各位，这一次的规则是我们摄像老师的摄像机会在现场随机抓取、啊、然后在抓取过程中你来喊3、2、1停。糊了、啊、关一下锅、嗯、来，请厨师长关一下锅，我们闻到一个糊味。然后你来喊停，我们就会抓取到一位，我们喊两次停，好不好？好的。好，各位做好准备哦，我们请摄像老师的摄像机在现场随机转起来。停。来，第一个停，第一个小小喊了一个停哦。好，这位朋友，你一定要记好自己位置哦，给我挥一下手好不好？找到你了，找到你了，看到你了。好，第一位，我们再找第二位好不 好？对，你一会儿可以声音大一点。哦，好好。然后我们让摄像机找一会儿啊，来，摄像机转起来。来，准备好。停。停啦。来，戴眼镜的这位是你是你是你，给我们挥一下手，你在哪里？好，找到你了。哦，我刚看到有一些可爱的正版，他特别想跳起来把那个摄像机转下来。好，谢谢。我们接下来一会儿会请工作人员把这个来送到你们的手中，一会儿好好品尝好不好？好，来，谢谢两位。来，请我们的主厨和厨师长来到中央，来到我们舞台中间。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生日限定版的小胖胖煎饼铺到这里咱们就暂时告一段落。好，说不定哪一天咱们就重出江湖了，对不对？没错。厨师长你随时准备着好不好？放心吧。放心，欢迎你随时来。有你这么放心的厨师长我们很放心，对不对？好，那谢谢两位。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迎来一个神秘的小爽，在此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神秘的 VCR 好不好？来，请看大屏幕。来，辛苦两位。好。Hello， 大家好，我是郑爽的粉丝正版依依。10年前，因为一起来看流星雨，喜欢上了小爽。有缘的是，当时我的同学都说我长得像小爽，
于是呢，我的生活就又多了一份爱好，就是模仿楚雨荨。第一，我现在很愤怒；第二，我不叫赖，我叫楚雨荨。在这里，我想对小爽说，我会一直支持你的，你的善良，你面对困难的勇气，都将成为我的榜样。喜欢你，正好十年，祝小爽82生日快乐。从2009年到2019年，喜欢你正好十年。今年的生日会对于我们来说都有着特别的意义。在这里祝郑爽生日快乐，这个礼物被小爽认证过哦。从流星雨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年，认识你已经有十年了。从一起来看，流星雨一直都很喜欢你，一直都记着你。从2009年到2019年，十年欢喜，十年陪伴。2009年还在上小学的我，看着你演的流星雨，开始就喜欢上你，距离现在正好十年。从一起来看流星雨的楚雨荨，到现在的流淌里的易遥。你也陪伴着我度过我的整个初中、高中、大学。十年我们在一起成长，你一直是最真实、最暖的郑爽。而我经历中考、高考、麻山大学毕业，也一直在努力。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落游。喜欢你正好十年，今年是你出道十周年。遇见你的第十年，你不是爱豆，是榜样。喜欢你整整十年了，喜欢你的所有，喜欢你演的所有电视剧，喜欢你的性格，喜欢你超好听的小奶音。老大，你陪我走过小学、初中、高中，然后我现在是一个合格的大学生了。从流星雨开始就喜欢你了，到现在已经正好十年了。喜欢你十年了，你从18变成了28，我也从小学毕业变成了大学毕业。从他演的第一部剧开始就已经开始喜欢他了。十年了，我从未放弃过喜欢你。你孩子般的微笑，与粉丝接地气的相处方式，你为粉丝做的一切都深深感染了我。我不是你一天的颜值粉，也不仅仅只是你短期的作品粉，而是你十一年以来的性格粉。是你的性格魅力吸引了我，也让一群正版聚集到这里。未来还有很多的十年，我将一如既往的陪你走下去。记得那个夏至，童年未亡，相当依旧，十年默默守护，十年不离不弃，下一个十年就在这里等你了。喜欢你正好十年，喜欢你正好十年，喜欢你正好十年，在我们心中你永远是最棒的。遇见你的第十年，我一直在。我们在北京鸟巢祝老大出道十周年快乐，爱你。谢谢谢谢这些视频里面可爱的正版们送来的我十年一眨眼的时光。那今天我们收到了很多来自正版们送来的告白，那一会儿的时候我们小爽也会向所有的正版们一起送上告白。但是同样今天在现场的各位，你们非常的热情，但是在你们当中好像还有两位特殊的正版。那这两位特殊的正版在哪里我都不知道啊，来，在哪里，把我找出来，他们俩在哪里。来来来，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把麦克风递过去。今天我们只有一个名字，我们都叫正版。来，这位正版有没有拿到麦克风？好，麦克风过来了，过来了。来，你的位置有点好，给大家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没有声音吗？没有。啊，有了，有了，有了。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怀伟，然后。欢迎怀伟，欢迎欢迎。你好，然后我喜欢小爽姐姐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然后我也希望她能够每天开开心心的，然后就是很幸福平安健康，然后我也很感谢她在我人生其实很重要的时候给了我一定的鼓励，然后很谢谢她。哇，怀伟，这是大型追星现场。对，来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心中的小爽姐姐是什么样子。三个美丽，哎，漂亮，哎，很善良，哎，旁边这群人给你恨不得30个词儿，词好多，眼花缭乱。哎，刚刚看就这么近距离的看到小爽姐姐，然后特别是看到她在舞台上表演，你心情如何？
是非常觉得她很漂亮，然后本人比电视上还要漂亮。对，怀伟啊，我发现了，前面一开始的时候那段话可能心里想了一下，现在说话的时候越说越激动，对，特别是问到感受之后，那今天有没有就是带一些生日礼物什么之类的东西需要我们转交过去？有，因为我看小爽姐姐好像挺喜欢那个海绵宝宝的，然后我送给她一个那个比较大型的一个海绵宝宝的一个玩具。谢谢怀伟有心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在现场和其他正版一起来为小爽姐姐打 call 好不好？好的，好，谢谢，谢谢怀伟，谢谢，谢谢。来，还有一位啊，还有一位，怀伟今天不是一个人来追星，那一位在哪里？让我找一找。哎，中间这群正版太可爱了，我说还有一位的时候，他们集体全站起来，在哪里？来，我们再次把镜头给到他。被你们吓跑了是不是？哎，他不会去后台了吧？那没关系，因为其实今天还有一位，我觉得他可能出去上，可能一会儿就会再次回到我们现场，一会儿我可能再来叫他。今天的时候，因为我在刚刚后台准备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微博上有人发了，怀伟你们都被人抓到了，而且我发现怀伟你今天是不是拿票在门口排队进来的？和大家一样，我真的是包括怀伟在内的，因为今天还有一位我们帅气的赵品霖也来到了现场，他们和大家一样都是一直拿着票一直等了很久，一个个在排队进来，就是希望能够给自己心里喜欢的小爽姐姐一起来应援。不管怎么样，也是谢谢各位的到来，也谢谢各位送上来的告白祝福。那我们一会儿的时候收到了告白祝福之后，我们要回馈给大家。你们现在猜到了下面会唱的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了吗？那问一下，这首歌你们会不会跟着唱？那你们现在要搜索好歌词，做好准备。哎呦，非常的自信这位朋友。那既然这样，我们现在还有一点点小小的时间，刚刚怀伟起了个头，给大家现场追星告白了一次，问一下现场还有没有想同样想告白的这版本。那我就把这个机会给各位，然后把麦克风交到你的手中好不好？来，我们请工作人员拿上麦克风，我们问一下前排，看看有没有哪些想告白的话语送给小爽。来，我们请工作人员递一下他们的麦克风，来，在这里。哎，就这位，他就说那个不用准备歌词的这位。来，先问一下怎么称呼你？啊，我叫小胖妹。那你今天有什么想对他告白的话语吗？啊，郑爽，我喜欢你。然后我所有的朋友都是在上海的，所有朋友都是喜欢郑爽的。我们是因为郑爽在上海集结在一块儿的。吓我一跳，我以为你把你上海所有朋友都拽过来了。我喜欢郑爽都十年了，今天嗓子都喊哑了。哦，你一会儿要小心一点。所以大家都是，我旁边我朋友也都是郑爽的粉丝。这个朋友就突然感觉我没有想说，来，那没关系，朋友有点害羞，但是你帮他说出了他想说的话，对不对？我们就想祝小爽生日快乐，越来越好，我们会永远陪着你的，永远到永远。特别棒，来问一下还有没有其他地方来的朋友们，接力告白，来下一位，这位。你好，我是湖南的郑板，然后湖南的有没有湖南的朋友？我也是湖南的，来、啊、真的吗？苏联普通话可以不咯？可以咯，可以的噻。可以可以，然后我喜欢郑爽有十年了，然后下一个十年，未来所有的十年，我永远都会在，我和所有的郑板都一同陪在郑爽的身边，谢谢。谢谢你，谢谢。后面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我刚看有个帅气的小伙子，好像站得特别高，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来。问一看下一位还有没有想接力告白的，这样吧，我们给到最近的这位就近吧，因为我怕后面这个麦一会儿抢起来没了。来，我是来自湖北的郑板，我也喜欢郑爽十年了，我想跟郑爽说，郑爽我爱你，我会永远爱你的。我发现你们在告白的时候现在词语开始变得有点匮乏，我爱你，我喜欢你。来，这是最简单最直接的告白，对不对？来，下一位，你是来自哪里？我就在上海，然后也是喜欢郑爽有十年了。哦，别哭别哭，冷静冷静，
好，没关系，你先坐下来，先坐下来，先休息一下。刚刚，哎，这个麦克风现在要给到工作人员了，因为刚刚各位真情的告白，小爽在后面准备的时候全都听得见。那现在，小爽要在这个舞台上，对着这十年所有支持他的正版们，来一场真挚的告白。刚刚在后台准备的时候，有没有听到现场给你的告白？有听到一些。有听到。那刚刚这唱歌是我们回应的一个方式，现在要不要再回应一下，或者说为什么要选择《告白气球》这首歌曲送给他们？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有粉丝让我唱这首歌，然后就练了这首歌，然后也会觉得这首歌有点轻松，也想对我的粉丝告白。宠粉满分，因为他们想听就练。下次各位还想听什么歌，列个歌单出来，我们回去可以认真准备。好，没问题。那接下来刚刚唱完好听的歌曲之后，看我们在现场给现场的正版们送了这么多福利，线上通过芒果 TV 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我们也不会放过你们的。那现在呢，我们要进入下一个互动环节，叫做播进你的心。拿什么播？你们知道没有，我们要现场去和泡泡星球的各位去连线。至于到底是哪位幸运儿呢，我们准备了，因为我们之前已经通过芒果 TV 饭团在线上征集了各位正版们的接线代码。那一会儿我们同样喊出口号之后，我们会通过泡泡星球的专属无线电发射器来和他们来一次亲密交流。同样我们要喊出口号来抽取这个幸运代码，好吧？好，来，我们的口号是什么？泡泡星球请连接。又说错了，咱俩每次都走到一块儿。来看一看究竟是哪位幸运的朋友能够拨进他的心。咱俩就统一下口径，连线还是连接？对，我们 连线。好，对，因为一会儿咱就连线了，好不好？哎，好了，恭喜这位186泡泡星球1186，这号还挺好的，这位朋友，恭喜你，马上我们就要拨进你的心了。我们现在请工作人员先输入他的这个幸运代码，来输入之后可以拿上来给到我。来，输好了吗？好的。来，谢谢。好，来，准备好了，各位。万一他应该在看直播，但是我们直播会有点延时，就可能还没有，他还不知道自己被抽中这件事情。点一下免提，你们听得到吗？喂，你好。你好。你猜猜我是谁？主持人。你有在看我们直播吗？我在。那今天看完直播的感受如何？你说的他是谁呀？哦，我听到他的声音在对面有点哽咽了。来，你要稳定一下情绪哦，你要冷静。天哪，我也有点哽咽了。你别哽咽。那来，你要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没有打视频连线，要不然的话你就会哭着出现在我们的画面上。哎，笑一下好不好？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好。那你既然这个机会我们在开始互动之前，你先说一下有什么你想对小爽说的话，好不好？我想说，我其实就希望你开开心心的，然后吃的胖胖的，做的事情永远的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别人的说法，只要你开心健康什么都好。好。哎呀，来，我们请我们工作人员帮忙小爽拿点纸。接下来我要换一下这个基调，咱不能上来就哭，对不对？这打电话这么开心的事情，你们两个都别哭好不好？我作为一个中间人，我要哭给大家看一下，就连线中间全。
你看，你看，因为他感受到了你的真诚，所以说小爽被你打动了。对不起。就现在这个情况特别像是呢，小爽是那位被连线的幸运观众，然后现在太开心了，哭了出来。但是小爽，你的任务要来了，你也要听好了，小爽后面有个任务的哦。现在我要给小爽看三个词儿，小爽一会儿会和你来聊聊天，聊天这个过程中他会让你说出这三个词儿，但是就看你能不能 get 到了，好不好？现在我们转换到做任务的模式了哟，擦干泪不要痛。来来，看好了，我们看好这三个词儿，这个我要引导他说出来这几个吗？对对对。哦，顾不上哭了吧。哦，反正一开始我就告诉你这三个词儿，那你满脑子就想这三个词儿。好好好。来来，各位，下面和你连线的是现场的郑爽同学，来请听。我演过一个校园的剧，然后是短头发，那个角色的名称是，对，然后我开了一个炸鸡店，然后就叫做小。他答了吗？你答了没有？现场干过了啊，他答了，他在。嗯，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出演的第一部剧叫做《一起来看》，对，是那三个字。我们听一下他说的啊。来，他说的第三个词是什么？流星雨啊。哎，回答正确。对，都猜对了。妈呀，这个环节居然被你搞得这么简单。我以为你们要聊很多，哎呀，二十四节气当中的那个季节。哎，不过这也是认证了这个铁板非常的铁。对，没错。对对对。来，这个哦，不是，我说这个正版非常的铁，不是说成了铁板，搞得我现在有点激动。好，那既然这样，我们刚刚你现在全部回答正确之后就能够收到小爽送给你的礼物。那你也再说一个送给小爽的生日祝福好不好？好。宝贝。哎哎，等一下等一下，我问一下啊，您现在是什么职业或者说什么年龄段？我今年25岁。你刚刚喊宝贝那一声宝贝特别像是在对着宝宝说话，你知道吗？因为我刚刚当了妈妈不久。他刚刚当了妈妈。哇。所以他刚刚喊你那声宝贝的时候有一种带着母亲的慈爱。有。那你是男孩还是女孩？要我怎么想起呢？一个女孩。可爱的女孩。嗯。那有就是有没有给可爱的女儿看小爽的照片？有，我的家里面基本上很多很多他的东西，然后我有一个专门的小房间，里面都是小爽的东西。哇，谢谢我们这位特别可爱的母亲。那你继续用你那个宝贝那个溺爱的语气来跟我们小爽说完这个生日祝福好不好？好。来，那能不能用，那我们我稍微破坏一下这个气氛，用四川话来送一下刚刚那句祝福好不好？那就是爸爸一滴冰凉开心情，我永远都在你后面，不管你遇到啥事情，我永远的爱你，永远的爱你，对不对？你笑一笑，因为他说出的也是你们的心声，是不是？那我们谢谢这位可爱的郑板，也祝你的女儿越来越漂亮，健健康康的成长，好不好？谢谢你。那你之后也会收到我们芒果 TV 饭团专门为你送去的小爽的签名的 T 恤，以及芒果 TV 饭团和我们芒果 TV 的会员频道为你准备的牛奶盒子，这样的话你们就在家里可以收看芒果 TV 的各种节目，好不好？好的，谢谢你，也谢谢你要继续看我们的直播，好吗？好的，谢谢，谢谢你，谢谢。来，拜拜拜拜。来，没事。那小爽刚刚，
他现在也在看直播，嗯，可以平复一下情绪，然后给他回个话好不好？特别是要，因为人家是刚当了母亲，然后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有什么对他说的话？我觉得其实他代表了很多粉丝的心声，大家都想对我说，小爽你要自信，然后你要相信你自己，我懂大家的心思，很感谢你们能陪伴我到今天。我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回馈给你们，就因为自己也并不是完美的，自己身上有很多缺点，但我想我会努力的。谢谢，没事，你相信我，那位这么宠爱你的母亲，她肯定不想看到你哭，她因为她现在我觉得除了像一个各位正版一样带着粉丝的心情，她肯定还会像带着看女儿的心情来看你，她不会让自己孩子哭的，所以说笑一笑好不好？好，当然了，当然了。好，对，而且我要在这里插一波广告，来转换一下现场的气氛，因为你现在要做一个准备了，接下来的表演还记得吗？当然，对不对？当然，对。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想看更多小爽的作品，就请认准芒果 TV 官方出品的牛奶盒子，追综艺影视，认准芒果 TV 牛奶盒子。那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到舞台中间。好。来，就像刚刚小爽说的，为了今天能在这个舞台上和大家能够这么近距离的来聊聊天，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舞台能够展现出郑爽不同的一面。那接下来我们下一面的小爽会是什么样子的，下一段舞蹈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来，小爽准备好了没有？这纸巾带下去。好，没问题，准备好了。好，深呼吸一下，接下来我们用掌声和欢呼声给小爽鼓励一下好不好？来，有请小爽带来下一段舞蹈，有请。谢谢小爽，谢谢。跳得好不好？哇，今天我们小爽真的是非常辛苦，真的辛苦你了，为大家准备了好多内容。其实我们今天刚刚一直在说生日会，但是我们也说了是十周年，是因为2009年的时候以楚雨荨的这个角色和大家见面，然后一路走来，一直走到了今天。我们在这里要感谢各位的陪伴，准备了各样的福利，同样满满的舞台带给大家。那么接下来我觉得是会有一个巨大的惊喜要带给各位，所以一会儿我和小爽会去到台下稍事准备一下，然后你们也做好准备迎接这份惊喜好不好？好，那现在我们去到台下稍事休息，与此同时我们在大屏幕上也一起重温十年来小爽走过的所有的经典瞬间，请看大屏幕。
从什么时候开始，生活渐渐变得不同？是小学二年级戴上红领巾的时候，是黄昏我爸拖着行李箱离开弄堂的时候。说不清楚，什么都在变，又好像什么都没变。坏子，干什么呀，刘子？李木子，木子就是把李子剩下两个字拆开。只要我的心实在，不管我去哪，都一定会记得你。安月，遇见你的那一天，我的性格才亮起来。然而，这样一张课桌的距离，你成了我的前桌，我坐在了你的后座，我们被困在一个不同寻常的圆圈里。无论情不情愿，青春那些年，你的前桌，我的后座。真的很彪悍吗？我是说刚才抢亲的开场白。完了完了，我居然多愁善感。大家好，我是芦苇微微。是不是等很久啊？对，一模一样的戒指呀。这戒象征着两个人在一起，无论相隔多久多远，我们都在一起。我是来报名的，我是36号新手李香香。说我胖，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样子说女孩子很没有礼貌？那屠苏哥哥，你一定要打扮少恭，然后平平安安回来。我叫香菱，因为我身上有很多铃铛。没有爱，会幸福吗？我知道，别讲出来了，是很难受。你想。我明白什么是情爱了。学楼，浓厚的学术氛围，统一漂亮的校服，这一切是真的吗？比我想象的还美，我好幸福啊。好，不好意思啊。喂，不要插队。在排队，你们这样做不觉得害臊吗？喂，我要对你说三个字。我知道你是猪吧？你对啊，你是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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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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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听着，难道没有钱就要被你们欺负吗？没有钱就要被你们嘲笑吗？我告诉你，从今天起我就要向你慕容云海宣战。我一定让你从爱丽斯顿消失。如果你失败了的话，就要在我面前低头认错。反悔的是小狗。那你当定了。喂，你很拽啊。第一，我不是拽，我是愤怒。第二，我不叫伟，我叫楚雨荨。第三，请你们不要找我玩这种无聊的游戏，不然我一定让你变成真的猪头。说不定下一次还会有人对你说你是猪。关于你是猪的这个想法是典型的词汇缺乏症的表现，要我教你们吗？你是猪可以延伸为你是野猪、豪猪、花猪、光猪、乌克兰小乳猪、猪八戒。你是圈养杂食的懒惰生物体，你是星光灿烂下一只绝望而孤独的动物，你是永远都飞不上蓝天的蠢猪。让我为你唱一首歌，闭上眼睛把心交给我，这一刻让你听见幸福的颜色。你看，从2009年到2019年，10年的时间，我们会觉得好像很漫长，因为人一生当中没有几个十年。但是当楚雨荨这个身份站在这个舞台上，当他还没有转过身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要说的那些话。那下面你们也肯定知道他要带来的那首歌曲是什么呢？让我们有请楚雨荨。
让我的手轻轻搭在你的肩，舞步翩翩，呼吸浅浅，爱的花儿总多甜。一步一步向你靠近，一圈一圈填我的心，就像夜空舞蹈的流星。一步一步把我更近，一圈一圈更确定，要陪你旋转不停。没有谁能比你更合我的拍，没有谁能代替你给我依赖。甜蜜呀，幸福啊，圈圈圆圆转出来。谁能比你更合我的拍？没有谁能给我你给过的爱。我们的未来是最美好的存在。我们的未来是最美好的存在。谢谢小爽，谢谢。来，小爽来到来到这边。好，好。哇，你知道刚刚那个角色出现在大屏幕的时候，一下子把大家全部拽回了十年前。我们要谢谢十年前的那个楚雨荨，更要谢谢这十年来塑造了很多经典角色，塑造了很多受到所有正版们喜欢角色的郑爽。那刚刚为什么要专门设计这样的一个环节，在现场让大家再一次看到了十年前的楚雨荨？最初的想法是什么样子的？其实有的时候大家总说小爽回来了、其实有的时候我听到这句话的第一反应，就会想一想，我想说那小爽去哪儿了呢？我一直都在啊。我因为第一部一起来看流星雨，然后和大家认识，我觉得大家喜欢的楚雨荨就是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然后就会把正义放在心里面，会帮助其他的人的那种女孩，所以大家会喜欢这个角色，也会喜欢我。我今后也希望能把这种能量带给每一个喜欢我的人。而且因为有各位正版们的存在，所以小爽也要天不怕地不怕，好不好？好。好的，因为你们就是力量的源泉。那接下来在今天生日这个时间点，我们一起看到了09年的楚雨荨。那今天既然是生日会，还有一个小小的惊喜，一个视频要给小爽你看一下。来，小爽，我们一起看到前面的屏幕上有一群特殊的人，也想对这十年来的你说一些话。我们要过去吗？没关系，我们就站在这里看就可以。好，因为我们可能要照顾一下。这是一群特别特殊的人。我没看见。亲爱的大可宝，时光荏苒，转眼我大可宝已经出道10周年了。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爸爸妈妈祝大可宝生日快乐，永远幸福。在这10年里，你品味了人生的酸甜苦辣，经历了风雨，也遇见了彩虹，这也是你人生最美好的10年。当你老了，慢慢地回忆这10年的点点滴滴，这是多么幸福满满的回忆啊。老爸不善于表达，妈妈也一样，当面夸大可的时候非常少，但今天老爸要大声地说出来，妈妈要大声说出来。在我心里，我大可宝是最优秀、最棒的。爸爸，妈妈以你为荣耀，你是我的骄傲。好多人说我和你妈妈心太狠了。孩子那么小就送到外地，
一个人学习和生活，你就那么放心吗？就那么舍得吗？我扪心自问我自己，后悔吗？最后内心回答是，还是不想说出来。大可宝，你也知道，妈妈爸爸很坚强，其实内心很柔弱，甚至是多愁善感。你离家求学那两年，我和你妈妈背后不知偷偷地哭了多少场。我想你也是一样的，总之都过去了。梅花香自苦寒来，今天的大可积极阳光向上，幸福快乐，这不都是自己打拼争取来的吗？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了大多也是陷阱。生活还在继续，痛苦和烦恼还会有，他们也是你的朋友之一，想甩也甩不掉。但是想想，你身后有爱你的家人、亲人、朋友和一大群永远挺你的可爱的正版们，我们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这就是爱。有这么强大的爱支撑，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爸爸，真的感恩上苍派来这么懂事儿、孝顺可爱的大可宝来做我的女儿，我是多么幸福，多么知足。如果有缘，来世我还做你的爸爸，我是不是要的有点多呢？最后祝愿我的大可宝生日快乐，永远幸福快乐，平安健康，永远永远爱大可宝的米老鼠妈妈。老屁爸爸，2019年8月22日。我爸爸妈妈其实有过来，其实有过来看我的生日会。我们可爱，我们可爱又很有爱的叔叔阿姨们，天天高兴，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把身体调节健康，保护自己高兴，老人高兴，你自己心里头别想多余的事儿，这就好，加油加油。我们可爱有爱的家人们送来了特殊的祝福，然后这一段之前的时候很抱歉没有告诉你，就是想在生日这天能够感受到身边亲人们一直以来对你的爱。那叔叔阿姨今天又来到现场，对对，爸爸妈妈，那要不要现场给他们回个信？他们能请上台来吗？不能是吗？那是可以的是吗？那可以让爸爸妈妈上来。好，那我们请爸爸妈妈上来一起好不好？好啊，或者摇给他们镜头就好了。好，那我们请工作人员给一下叔叔阿姨镜头好不好？在哪里？我们一直没有找到他们啊，在那里，就我们就在我们的正前方。哦，就在这儿。天哪，爸爸，你说下辈子还要当我爹？你过分了吧？爸爸在那个位置。我看到没有，因为我们这个光打的，我们黑灯瞎火看不见下面人。爸，我错了。又突然认怂了。我下台可以吗？啊，不用上来了。我下去。不用上来了。这样吧，
我这样，我们请叔叔上台来好不好？好。这样，辛苦叔叔，我们要不要上台来和女儿一起来？不用上了。好，那这样吧，因为我们对，好，祝福你永远自信。好，老爸。你有这么可爱的正版吗？我主要有最大的后盾，还有正版。谢谢。好。谢谢老爸官方认证，对不对？对，我爸爸妈妈都特别可爱，然后一直都很支持我，不管我怎么样，他们都很爱我，所以最爱你们了，老爸老妈。我们可爱的爸爸、叔叔、阿姨、可爱的女儿们，今天要过生日了。那今天这样，我们开开心心的，听完家书之后去切蛋糕了，好不好？好啊。这个重要的环节来。我们一起来到这里。哇，这个蛋糕好可爱呀！天哪，我第一次有这样的蛋糕。好看吗？哇，我真的第一次收到这样的蛋糕哎。那这样，我来提两个小小要求啊。过生日嘛，那一会儿你要许两个愿望，一个是埋在心里面的，另外一个呢是你要一会儿说出来，然后说出来之后我们一起来帮助你实现的，好不好？那现在。就把时间交给你，你来闭上眼睛许下愿望，好不好？那我们一起。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好。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那两个愿望已经许好了，有一个埋在心里面，自己要好好的心碎实现，另一个愿望说出来，然后我们一起去帮助他去实现，好不好？好。我希望所有喜欢我的人能和我一样，我们一起成长，一起去克服自己的不足，然后一起勇敢地面对生活。希望你们能都跟我一样，怎么讲？都跟我一样，我也不是那么好。希望你们就都能照顾好自己。因为我会变得更开心。就这样。那既然这样。刚刚听到了他的愿望没有？让你们照顾好自己，记住了没有？那我一会儿喊出我们今天喜欢你正好十年的口号，然后你们一起喊生日快乐，好不好？喜欢你正好十年，让我们祝郑爽生日快乐！我们也希望。郑爽在接下来十年，在接下来的每一年都能够实现自己的心愿，和你们爱你的家人和爱你的所有的正版们一起去实现自己的心愿，你们一定会一路相随的，对不对？让我们再次祝郑爽生日快乐。谢谢你们。来，小爽，刚刚他们可是答应了要帮你实现你刚刚说出来的愿望，那今天这么多人来到了现场，还有此时此刻正在收看直播的各位正版们，最后再跟他们说几句话好不好？对于未来新的一年的期许也好，或者说今天在这个舞台上的感受也好，都可以。感谢你们从我一出道就支持我，然后一直给我很多支持。不说以前，我希望以后我会更努力，我会好好珍惜你们的，会好好珍惜在场的每一个支持我的人。真的，你们给我很多感动，你们让我变得更好。我相信各位正版也会继续陪你走下去，我们一定会看到彼此更好的自己，对不对？好，那既然我们现在要聊点开心的，既然是过生日开 party， 必须要合影。好，对不对？你看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要擦擦眼泪了？来，没关系，我先拿帕丽德呢，先拍他和蛋糕一起，
然后咱们在一起，好不好？先拍，来来来，首先我先帮你。接下来转过来和现场的各位一起来一个拍立得合影，好不好？然后呢，必须要说一下，我们这个现场的拍立得合影呢，我们会通过芒果 TV 饭团的形式，说不定落到哪一个幸运儿的手中，所以各位好好关注。来，我们现在转过来面向大家，啊，不是，对，背向大家。我先找一个位置，然后我们也请我们现场摄像老师上台来找一个用单反来拍，可能会拍的更多的人，好不好？来，先用这个。好的，那我们就默默等着这个拍立得照片。现在我们要请我们的摄像老师问一下，刚刚拍好了没有？我们再拍几张，好不好？这样你们要准备好了，就带到你们的哟。来，手中的棒都准备好，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哦。来，人生中第一次跟这么多人拍照，这次人的确有点多。嗯，来，我们看向前方，不是看向摄像老师，各位手里面的后排要注意安全，后排注意安全。来看向这里。看向这里，好，接下来追星的我也要去拍一张啊！现场追星的各位不要太羡慕我。对不起了各位，人生中第一次用工作的机会占这么大的便宜。那希望接下来各位在未来的道路上。今天的日子怎么过呢？今天小爽就要开开心心过生日，然后呢，未来的每一天都要开开心心度过。但与此同时，从8月29号开始，每周四中午12点，你们还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要关注我们芒果 TV 独播的《女儿们的恋爱》的第二季，在全网独播。而且，我必须要说一下，今天还有一位很认真的功臣，就是在那边一直有一位帅气的哥哥，从昨天彩排一直到今天。他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谢谢恒哥，谢谢你，谢谢。那我们最后还是要感谢今天所有到场的正版们，以及通过芒果 TV 来支持小爽观看直播的各位正版们，感谢各位。再次感谢我们正版们参加芒果 TV 饭团团宠日、芒果 TV 会员开放日携手举办的喜欢你正好10年郑爽生日会的现场，再次感谢各位的到来。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好不好？来，喜欢你正好10年，谢谢各位，让我们祝小爽我们的小寿星生日快乐。谢谢各位的到来，也谢谢我们所有辛苦的工作人员，谢谢大家，也谢谢小爽为了这次和大家的见面，每一丝每一毫都不敢轻松放弃的准备，谢谢各位。与此同时提醒大家，在我们一会儿结束之后还有一个小小的彩蛋，大家千万不要走开。但不管怎么样，今天我们的主角的名字是小爽。好，反正我就默默地替大家说一句，以后这样的活动我们希望越办越好，越多越好，对不对？说每年都有办那些，你们每年都会来吗？
哼，反正我觉得明年人会更多。好，不管怎么样，再次谢谢各位的到来，谢谢小爽，辛苦你了。谢谢小爽，那接下来我会请工作人员把蛋糕推到后台去，小爽在后面要分蛋糕了，好不好？一会儿好好吃蛋糕。好，先休息一下，谢谢小爽，谢谢郑爽，各位记得哦，关注我们在芒果 TV 独家全网独播的，哎呦，慢一点，这个动作可能太激动了，因为面前有一个可能想扑过去的那一位帅哥。当然他想扑向你们，我知道，当然我们之后会有更多的机会去看到小爽。那再次感谢现场所有到场的以及此时此刻正在通过芒果 TV 观看我们直播的正版们，再次谢谢各位的关注。然后从8月29号起，每周四中午的12点，请各位关注芒果 TV 独播的《女儿们的恋爱》第二季，一定要多加关注，继续支持我们的小爽。那大家记好了，我们还有一个彩蛋，我们一起看一下大屏幕，欣赏这个惊喜的彩蛋是什么内容呢？来，请看。嗨，大家能看到我吗？真的很舍不得这次生日会的结束，今天看到很多人来，真的非常开心。感谢大家陪伴我这么长时间。真的觉得自己从出道开始到现在，自己一直想做一个很坚强的人，自己一直选择了跟别人不一样的路。其实这一路上并不是走的一切都那么顺利，真的遭到过很多的质疑，很多人不喜欢我。其实我真的很珍惜你们对我的喜欢，但有的时候就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其实有的时候非常想让自己变得很优秀，然后也非常想让给大家争气，看看你们自己喜欢的女人是什么样子，但是有的时候就突然的就会没有自信，然后把一些就是把大家希望的很多东西没有给它变成现实。我知道这次生日会大家从全国各地过来非常不容易，然后我自己出道10年了，其实没有办过一次的生日会，也没有跟大家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过。那我通过这一次生日会，我希望自己以后可以当然了，这次生日会又不是一个魔法，不可能我通过这一次生日会就让自己以后的一切都变得顺利起来。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开始。今年我28岁，虽然年龄不小了，但是我觉得我这么多年有成长，也有变得更坚强。我希望自己以后会越来越乐观，然后不要对自己有的时候太苛刻了，因为那样子有的时候给自己太大压力，反而做不好很多事情。作为一个女演员或者是女艺人，最重要的是第一要坚强，第二要美，第三要不放弃，第四要乐观。这是我现在意识到的，我希望以后看到了我都是乐观向上的，然后也希望大家继续的支持我。不管怎么样，真的很爱你们，感谢你们一直支持小爽。我希望今天的生日会能够珍藏在每个人的回忆里面，然后我也一直是可以温暖你们的小爽，加油，我们都一起加油。那就这样啦，拜拜。